又回来了。哎，哦，哎呦，吓死我了！怎么门口还有一个呀？哎，大猫，你怎么不说话了？是不爱说话吗？我们等一下大猫嘛，对，让他证明一下自己，接下来那一关他肯定可以。还不就拉开关吗？我不喜欢拉开关。嗯，对。怎么？菜猫，你以后改名吧，你不叫大猫了，叫菜猫。你咋不叫蔡娟呢？那我不菜呀、啊，关键是。哎呦！噔噔，你不菜，难道我菜吗？对呀、啊。哎，这上不去呀、啊！躲着呢，只剩九秒钟了。哎呦，快，快躲！这怎么半天没跳上去呀、啊？啊！你都开始躲了。大猫没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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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猫没了。我还活着，好吧？我没了，没了，笑。哎，大猫，你居然没有嘎、哎！我为什么要嘎呀？那就交给你们的吧，我就在这里发呆了哟。哎、你到底行不行，大帽子？哎呀！生发，哎呀，你为什么不上来拉开关呢？你突然，我刚刚这个鬼打墙的时候，我一个人通关了，我说什么了吗？真的是，能吹一辈子是吧？对，我要吹一辈子了。六楼的门被打开了，真的吗？走了。哎呀，我已经进来了。你去楼上啦？对啊，我在六楼啊。啊？我怎么在楼下？还不是要上来偷懒呗？哦，完了，我上去呗。就可劲儿的偷懒。哎，不是，外面那个触发器怎么还不结束呀？因为我在外面。哎，我先来，不是。哎，这箱子里的东西呢？我怎么没找到啊？哦，这个罐子里。危险。哎，罐子里面也没哦，找到了，应该够不着我吧？你歇不歇啊？要不要等你？马上！快一点！不要着急，耐心是一种美德。别掉下去，好小心摔嗝屁哦！你才摔嗝屁呢？你在哪里看着我呢？怎么知道我在摔嗝屁呢？加油，努力！怎么？咦，里面有个地心人。哇！哎，幸好手速快。他怎么还追我呀？因为你长得帅嘛。嗯。哎，好，被我甩掉了，我又回来了。哎，哎呦，吓死我了！怎么门口还有一个呀？那一个，好，你们找吧，我躲起来。哎，两个，赶紧躲起来。嘿，大猫，你看我帅吧？说啥？帅不帅？帅是帅。哎，我也找到一个，要找多少个呀？我看一下哈。来，出来。五个。你有几个？来，给你。两个。等一下，合成开关的时候会不会有怪？我先躲着啊。经验了嘛，这个叫做。嗯，安全的，来，大猫去吧，交给你了。